同学们大家好，接下来介绍平行线之同侧内角互补的证明。条件依然一样， L1 平行 L2， 直线 L 为截线。那么角1跟角3呢，是一组同侧内角，我们要证明它们互补。步骤1，我们知道角1跟角2是平角，所以角1跟角2互补，也就是角1加角2是180度，我们把它叫做第一式。那么前面有证明过，当 L1 平行于 L2 的时候，内错角会相等，也就是角2会等于角3。那么因为角1跟角2是互补，而角2又等于角3，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角1跟角3是互补，也就是角1加角3是180度。